大家早安，我现在呢才要喝我的咖啡。这杯子很可爱哦，这个是我在日本的美术馆买的。好，今天的 vlog 我觉得应该会蛮有趣的，因为今天有特别来宾，就是 Linus 老师。我觉得你们应该很多人已经认识他了吧，对不对？今天呢我们要见面，第一次见面。其实之前在网络上我们都有聊过天，然后也有合作过一次的 Instagram post， 但是没见过面，所以今天特别的兴奋。然后呢，为什么我们会合作呢？就是因为上次啊，我在我的 Instagram 上面就是发了一个我跳舞的影片，然后 Linus 老师就帮我分享，然后我们就开始聊天嘛。然后我突然想到，我们好像可以一起跳舞，然后他就说好啊。好，那我本来的想法是因为我知道他住台中蛮远的，所以我的想法是我们可以各自录自己跳舞的影片，然后合在一起这样子。没想到他竟然说没关系啊，我去找你。哇，那我就太开心了，因为我想说我们见面的时候也可以互相分享自己当中文老师的一些经验啊什么的。因为其实像我们这种不是在学校里面的老师就不会有同事嘛，所以平常工作也都是自己做，有时候会觉得有点孤单，对。对，所以我们今天就要一起跳舞，超开心的。好吧，那我们就等一下见咯。就是这台车。我可以，可以吗？Hello， 老师 ，Hello， 我先进来一下哈。好，没问题。匆匆忙忙，见面，终于见面，真的。开车应该还好吧？还好，还好，还好。没问题，没问题。大家，这就是 Linus 老师。Hello， 我是 Linus。大家好。好，我们要前往 B 三。好。对。A few moments later。好，我们现在来到健身房的地方，因为这边有镜子，所以我们就可以一起练习跳舞。真的耶，因为你出去外面录就是哦，所以你去外面录的话不会，那你怎么录？在我没有用这个脚架吗？这太小了吧。其实我没有太多在外面，对啊，因为这个我都买比较用大的，这样子比较方便。老师的专业道具，这叫做脚架。应该叫做什么 camera stand 吧？像这个算是比较便宜的，这个好像才，好像八九百块吧。你是从哪边开始啊？我是从这边，你是吗？我是跟他练镜像，我是直接练镜像。啊，那是所以你会是变成是左边先开始哦？就是，应该是说，我是练左边开始，我说刚。其实好像，如果我们对唱的也不是不行，我觉得是没错。对，要看都行的，像所以你知道可以调速度吗？对，你可以先调慢的。OK， 好，我先调一个超慢的。这样好慢啊！这样我们是一个真正的，我觉得老师应该可以调这很舒服的。我记得他是在1 2 3 4 5 6 7然后8然后的你讲的对。A few moments later。一般的那个什么大楼好像不会有那个贩卖机，对不对？其实有些有，可是我们的没有。没事没事，因为可能那边就有 seven。所以老师，我们刚就是练完舞，对不对？对。觉得如何？觉得很有信心。很有信心。好哦，我们刚成为最强的舞蹈华语老师。好好笑。哦，
我觉得还蛮好玩的，而且那首歌好像最近超流行。它算是最近其实最流行的应该是科目三。嗯，哦，对，我没听过。要讲如果中文区的话，嗯，但是这首歌算是像之前有一首叫 Slick Back， 就是那个。哦，对，可是那个太难了，那个你会吗？可是我觉得那个严格上来讲，那个如果你会的话，会比这首容易。真假？因为它的动作是，如果你跳手了，你可以一直跳，因为它只有，哦，它就只有一个动作。对对对 ，Slick Back， No No 。那我们现在要干嘛？我现在要买水，一个很无聊的行程。老师很渴。我现在要买一个水。好，去 Seven。Go。哦，谢谢啦。三的而已。你可以买个东西啊。好啊，等一下。怎么走好快？马上去哪？我在找水。你要不要水？不用不用，你要水对不对？我自己有。嗯，好。OK， 我们在哪里，老师？我们在一个很科技的公园。很科技的公园，因为这个公园叫做智慧 AI 智慧什么，啊，公园哦。AI 智慧公园。好哦。OK， 所以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公园，我们要录那个跳舞的东西。那要找一个对的地方，因为光在那边，所以应该还是要往这边拍。啊，这个刚好一个对称。哦，老师好厉害，会抓那个景。好，所以现在要把脚架搭起来。你这个会顺便搭配教学吗？还是？你会讲你基本上不太会教学，就是只是下面会加字幕嘛？对，就像平常那样。你工作放的那个音乐很舒压哎。对啊，我就是希望大家看了可以舒压一点，轻松轻松。哦，轻松轻松。快乐学中文。对。那你要真的，我都可，反正就照刚那样好了。好啊，好啊。所以这样的距离是 OK 的。我看一下，我觉得我们应该要站在大概在前面一点。我会碰到你吗？应该还好。来，是右边，是右边，是右边，右边，哇，很难的，不容易耶。还是你要慢一点啊？这样，就是落脚慢一点。我看一下，对，就是中等速度。好。我刚刚已经跳了很多次，然后我来看几个，有没有哪一个可能跳正比较好？有九个 drive， 我看我们跳了九次。我要踩比较好。然后其实我们拍影片就是这样，就是影片看起来好像很短，可是其实我们花很多时间在做，对。所以呢，我们已经跳得全身大汗，对，还没录到自己觉得最满意的，但是快了，快了，对，快要好了，所以加油。A few moments later， 耶，录完了，老师觉得如何？年纪大了，很喘，年纪大了，真的，年纪再大，年纪大了，跳到最后其实还蛮累的。年纪，我们一共跳了几次啊？我们其实跳了应该有三十几次，但是我们录了十二十次左右。对，所以呢，我们现在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太热太热了，都流汗了。
以我们今天的 project 就是成功吗？大成功，大成功，耶！大家之后可以看我们的影片发笑。对，可以可以。然后呢，就是 Linus 老师也有 YouTube 对不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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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YouTube 还有 Instagram， 然后我会把他的连结都放在描述栏，大家一定要去追踪哦。追踪起来。对，追踪起来。OK， 那我们就结束工作了。那下次见喽。下次见，拜拜。Hey guys, if you really want to improve your Taiwanese Mandarin, build up the ability to have conversation with Taiwanese people, definitely check out Easy Peasy Taiwanese Mandarin. You will learn authentic Taiwanese Mandarin with me, from zero to hero. If you want to read menus in Chinese and road signs, promotion signs in Chinese, definitely check out my Learn 500 Game Changer Chinese Character in Daily Life. All the links are in the description box. Check it out!